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加兰伦巴古道的这个慈济环保教育站。滨州绿色机构日前到慈济马来西亚分会位于跑马园的环保教育中心进行拍摄。像我知道的是慈济环保教育站你们有非常完善，就是你们分得非常清楚，广告板什么那些都已经很清楚的，已经做好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这边目的，因为我们真的是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地方，然后同时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管道来教育我们的槟城人民这样子做。滨州绿色机构是由槟城州政府在2011年成立，是一个非营利机构，主要推广及促进州内的环保工作。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他们希望透过影片推广，让民众能够在去旧迎新的同时，也做好垃圾分类回收。因为大扫除，每一年大家都会丢很多东西，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有时候他们不只是要丢罢了，他们还要分类来回收。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地球上的垃圾才会少一点。槟城都是大家的嘛，希望政府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推广，整个环保。珍惜资源，重复使用，地球只有一个，需要你我一起守护美丽家园。大爱新闻魏丽柔、朱凯琳，马来西亚报道。